腼腆的向父母也向老师奉上一杯感恩茶。更暖心的还有主动发起糕点义卖，所得全数捐给社区英岭医院添购医疗器材。除了丰富的表演活动，爱让慈济高桂林人文学校的毕节业典礼显得格外有意义。慈济列治文人文学校毕节业会场两旁，学生们的海报和作品处处展现了对环境、对人类的关怀。希望小朋友在爱的中之中学习，在爱中先成长。毕业生夏新维中文学了九年，活用于校园生活。学校有几个国际学生，今年刚从中国过来。如果在课堂上老师说的他们听不懂，我便可以用中文解释给他们听，帮助新同学适应陌生的新环境。毕业生们展翅高飞，也给予学弟妹深深祝福，终有一日承载人文的羽翼丰厚，得以翱翔。戴新闻、真善美志工，加拿大报道。